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是同一首歌。这首歌曲其实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片头曲，所以被多次翻唱，十分经典。那在学习这首歌曲之前，我们其实已经学习了三首曲目了，相信小朋友们也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好的歌唱习惯。那老师现在就来为你总结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无论任何时候，我们的呼吸都要安静且充分，千万不能这样吸气。第二点就是我们遇到所有的上行都要记得气沉扩张，下行要保持三不变。哪三不变？口腔高度、声音位置、歌唱状态，这三样东西是不能被改变的。同时，如果在上下行当中遇到音程跳动，一定要提前想好音高的距离，一步把它跳动到位。好，那现在我们回到同一首歌。同一首歌呢，从结构来讲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五到第二十小节是第一部分，第二十一小节到第三十六小节以及尾声是第二部分。那既然被分为两个部分，那我们就按照部分来讲一讲它的难要点。在演唱这首歌曲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谱面。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都是四小节为一句的长线条句子，所以这首歌你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四小节吸一口气，当中千万不能透气。我们看一下第一部分的谱面，第一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都有着先上行后下行的特点，那就会用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上行要气沉扩张，下行呢要保持三不变。那现在我们先来拿第一个分句尝试一下，记得好好呼吸。哆发嗦拉西拉发嗦发瑞发，有看到老师用了这样的一个身体动作吗？这个身体动作就是老师让自己借助身体感受来做到气沉扩张，并且气息更加饱满的。那第二个分句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在进行演唱第二个分句之前，老师这边有一个提醒你值得注意的点，就是我们的第十一小节到第十二小节，这里有一个延音线，老师先带着你从第十一小节开始把这个节奏打一下，哒哒哒哒哒哒收。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之前演唱过这首歌曲了，所以对这首歌曲本身的节奏有一些固有的印象，所以一定要把这里的节奏纠正过来。现在我们把谱面旋律带入进去尝试一下。西马哆嗦拉嗦收，要根据谱面多加练习，把节奏唱正确。现在老师把第二个分句完整的带你演唱一遍。哆发嗦拉拉西哆发西拉哆嗦拉嗦，这里老师相比第一个分句多加了这样的两个动作，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一句分句里面我们会发现有两个高音哆，所以老师用手握紧了拳头往下加一个这样的力，让自己感受气沉扩张。我们来到第三个分句，第三个分句其实也是先上行后下行，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它的音区变得更加高了，所以老师更加需要你用饱满的气息支撑到句尾。同时老师希望听到你在第三个分句的句尾可以不断的扩张送到第四个分句，我们来试一试。是在向下送气的基础上还做了一个向旁边扩张的身体动作，我就可以利用这样的身体感受让自己知道在这个句尾还是要不断扩张送到第四个分句的开头的。现在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分句，第四个分句其实我们就是把它软软的句尾捧住就可以了。这个句尾不要让它掉落。那这就是第一部分所有的难要点，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其实老师更加希望听到你扩大音量，为什么呢？因为
相比第一部分的娓娓道来、诉说的语气，第二部分可能更需要你去抒情，所以老师希望听到你在保证歌唱状态的同时，用你的气息扩大你的音量。我们来试一试。老师利用了握紧拳头不断的向前画圈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让自己感受到是不断的在用这个往前扩张的气息来支撑自己的音量的。来到第二个分句，老师这里又有一个提醒你需要注意的难点了。我们第27小节有一个大跳，那老师这里要教你一个身体动作来辅助我们唱好这个大跳，就是依旧手握成一个拳头，从后面扔出一个像抛物线一样的东西，就感觉自己在扔东西一样，但其实这个是你的气息把它连贯过去，把这个大跳连贯过去。我们试一下。就用自己的拳头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动力，让气息也可以感受到是这样连贯的。那同样的大跳还出现在第34小节。咪咪瑞哆瑞哆哆瑞哆，我们依旧可以用这个动作来感受这个大跳像抛物线掷东西一样连贯。现在老师带你演唱一下第25小节到第36小节的谱面，我们把这两个大跳的动作连贯进去试试看。小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老师刚刚在讲解第一分句到第二分句的时候，这里是不断扩张连贯过去的，但是刚刚在完整演唱第25小节到第36小节的过程当中，我的第三个分句其实是语气放软了的，并且第三个分句和第四个分句的句尾都还是一定要捧起，这个千万不能忘记了。同时我们在加歌词之前，老师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在这首歌曲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句尾歌词，比如说太多、时刻、角落，在唱这样的歌词的时候，我们依旧要记得口腔高大于宽，不能够咧嘴角演唱，不能把它唱成太多、角落。那现在老师就加歌词跟着伴奏带你完整演唱一遍同一首歌。